6月26日，迎夏而至，温润互通2023温州文旅推介暨惠民市集活动在沪举行。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英许和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重大活动办公室主任徐军出席并致辞。温州山水秀美，历史悠久，是江南鱼米之乡，素享小杭州美誉，海上名山。推介会上发布了温州十大亚运旅游线路、温州文旅疗休养线路推介及各县文旅优惠政策，重点分享了168海岸风情旅游带、浪漫之旅、文泰康养休闲旅游带、有氧之旅、雁南飞、诗意山水之旅三条温州文旅主题线路。温州各地还为上海旅行社提供了大力度的招来奖励政策。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还与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旅行社分会、浙江省旅行社协会分别签署千万长三角游客由温州客源输送战略合作协议，并为由这里去游温州体验团授旗。很快，体验团将带着旗帜择日前往温州进行为期3天2晚的去游温州游线体验。